月十八号在长安举行的长安十二时辰的庆功宴上，总制片人梁超向奥运冠军何雯娜求婚成功。紧接着又有网友爆出两人机场照，何雯娜身穿平底运动鞋，而且衣着宽松，小腹微隆，有点像是怀孕的征兆。说到国内体坛这些运动健儿，似乎有不少都选择与演艺圈联姻，比较有名的就是田亮和超女出身的叶一茜的婚姻了。有传闻说田亮因为大量的商业活动耽误了训练，最后导致退役，而后期的他则更明显是往演艺方向走，电视剧综艺都没少接。再说前不久分手的张继科和景甜，当初这样一对让人万万没想到的 CP 横空出世，接着又是昙花一现宣告恋情结束，让人唏嘘不已。都说文体不分家，不少运动员都选择与演艺界的人在一起，而如今何雯娜显然是收获了真爱。虽然不知道怀孕喜讯是不是真的，但还是在这里祝福这对准夫妻啦。